回答。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1995，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马克德斯。你现在收听是飞碟联播网，就爱电你 UFO。现在还有人想玩 Clubhouse 吗？哦，恭喜 ，Android 系统是不是上线啦？我是安卓用户，真的觉得。但是我刚刚其实有打开看一下，嗯，没什么人啊，真的没人啊，对啊，真的没人、欸，就安卓用户的，就是也不屑了。对啊，你现在开放的给我干嘛？这什么玩具，我早已经不屑啦。症状ですか？いつ頃からどこか痛みますか？あなたというこの山。我很喜欢斐力，嗯，然后斐力是一个
彩妆保养，反正一个 KOL，然后就是仙气十足，他真的是我看过最最最最最仙又最自然的大自然系女子。好好好，那他偶尔都会突然开一下就是问答来发问，就是因为他好像住在山上，然后什么的，有时候闲来无事跟大家聊聊天，你就会发现大家问他的事情永远就是婚姻，因为还结婚了嘛，婚姻问题跟情绪问题，并且他仙气飘飘，就反响都到他那边，就是哇，就像画太极一样，然后就没了，大家就都会问这样问题。到昨天Katia也开了你问我答的游戏，对对对，也很多人问他关于婚姻的问题，我就发现真的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困扰哎，就是觉得经营婚姻、经营感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是啊，我们的主管人提供了个秘密给我们。哦，什么秘密？你知道吗？感情好友秘诀，专家提出5:1原则，伴侣关系更幸福。5:1，5:1，5:1，五比一是什么啊？就犯错5次，只要生气1次吗？哎、欸，怎样？犯错5次只能生气1次，那累积到第5次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引起轩然大波吧？那5:1是什么？我来看看哦。美国心理学研究人员 Dr. John Gottman 提出了5:1原则。当每一次的负面互动之后，你必须要有5次的正面互动来达到平衡。他发现呢，幸福的夫妻通常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平衡点就对了。反之呢，没有那么幸福，就是因为你那个5:1原则没有拿捏好，就让你们关系越来越不健康。那你一定想说，哈，有一次负面的，我就要5次正面的互动。那什么叫做正面互动清单呢？正面迎击他吗？不是啊，是称赞他啊。对，他有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就是专注的听对方说话，并且要提出开放式的问题回应，是不是？哦，嗯嗯，哎、欸、啊，我哎、欸、嗯，好。然后还有就是冲突的时候，不能忘记情感表达。意见相左，吵架的时候也不妨牵起对方的手，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在的。呀，还有一个应该你蛮常做的嘛，经常感谢对方，称赞对方。是来自 Yuki 的 New。 第一个小时呢，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需要大家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里面来留言，让我们帮帮你的忙咯。
次去台南玩，台南有什么新行程可以推荐给大家吗？新行程啊，就是我发现其实台南好多日本人。哦，是就在那边工作，在那边久居吗？应该是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观光客啊，对啊，然后那边的扛棒啊、招牌啊，或是有时候甚至路标啊，我以前没有注意到，都会有日文欸，没有到全部啦，可是就是会吸引我说，怎么会有日文？对，然后应该是因为第一天晚上去吃那个居酒屋，然后就一进去以后发现，里面就是六成都是日本人，就有点吓一跳，就整间店里面，对啊，就全部，然后还有看起来很像那种会联谊式的那种日本人坐一排，然后台湾女生坐一排的那种，台湾女生都不会这些啦。你说联谊座？对啊，可是后来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联谊座就是梅花座吗？不是啊，就一边一边啊。哦，一排男生一排女生。对啊，对啊，对啊。后来好像有这个类似主管还是什么的那种来，就比较没有打散，没有那么有隔阂这样子。就上次我去住那个饭店啊，然后在吃早餐的时候，一半也都是日本人。我觉得对啊，你知道嘞？你们是谁？然后台南已经进入了无法旅游的季节了，高温警戒，对对对对，好热，超级热，超会搭咯。那光线都是因为那光线让我看来很疲倦，那方位都是因为那方位让人哭不出心结，你从什么时候不再同情我，不再同化我，我从什么时候多了一莫名的粥，我们什么时候拒绝再披上动物的面孔，每个纽扣都松动。
Sweet My Lady 来自于 Tony。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这边呢有个立马帮帮忙，马克玛丽，你们可以帮那个王伯荣干巴爹一下吗？大王啊，大王需要干巴爹啊。对啊，上礼拜大王呢棒打神之子田中将大，然后打两支二垒安打，开始摆脱了 Zakiyama 岐山山崎诅咒。你知道吗，日本的棒坛有个传说，只要被山崎弘也说好棒哦或是跟他合照，就会有从状况好瞬间受伤或是低潮的传闻。哦，这种很多啊，之前就是我们的前总统不是也有在网络上被做成，对啊，做成梗图说死亡之握。然后现在呢在 YouTube 当中呢也有一位哦，这个体育主播当中也有那个李义生啊，就是这个棒球记者，然后他叫做糗爷。为什么叫糗爷呢？就因为他只要讲谁好谁就会烂，他讲谁会赢他就会输啊，就是非常非常糗，东方神秘力量。另外呢在棒球当中还有一样神秘，对啊，东方神秘力量啊，叫做 Josh 这位 YouTuber。Josh， 他呢本来是台积电工程师，然后后来呢就因为他太热爱棒球了，那频道呢发展也不错，他就把他的台积电工程师的本职给辞掉了，就开始专心来做 YouTuber。可是呢每次也是只要他称赞过的哦，完蛋，就会经历低潮。他说哪一队表现好，哪一队当周就糟糕，这样。所以呢，很开心的是，就是之前在看这种国际赛的时候，他呢从来都不是帮台湾队或中华队加油的，他永远呢就是头上戴的都是敌方的，比如说他都在吃，就是对日本吃寿司啊，就是穿日本球衣啊等等之类的。那你看他的直播都会感到一种奇妙的趣味，就是明明他就是在他跟我们一样都希望同一队赢，可是要一直讲反话，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神秘力量。对对对对，有时候有一些冥冥之中的注定哦，你真的是不能不相信啊。怎样？我希望马克星象频道不要这样。啊？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马克星象怎么了、啊？Podcast 大家追踪起来啊！追起来，追起来，追起来！对啊 ，YouTube 订阅一下啊！订阅，订阅，订阅！怎么啦？算了算了，不要跟我讲好了。个银行账户哦，很久没用了。最近我去刷本子，发现哎呦，里面还有96元，96块。可是哦，我改过名字，所以银行户名要更改就要收手续费100元。请问我应该为了户头的96元去付那个手续费100元吗？还是就把那个96元送给银行嘞？这不是很明显吗？你要去改名就是付4块，哎，为何啊？为何？不用啊，干嘛？对啊，为什么？你我要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不是啊，你要付100块给人家，哎。我要是这种拿回的感觉。没有，你本来也忘记他了、啊，就让他在那边吧。
是来自于新演员的不思议。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欢迎打电话02-2363-9955 2363-9955，或者是透过 Telegram Dear Marcy 的群组来留言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还有周末的精华重播是在下午的4点到6点。できるだけ淡々とね、仕事をこなしていくんだよ。この街で暮らすには少しコツがいる。珍しく女の子に誘われたデートは、愚痴ばかり聞かされて悪酔いしたんだ。歩道橋の上に立って満月を眺めたって、ウサギちゃんはいない。展開はない。僕は地上の夢見た魚、この冷たい海の底で必死こいて泳いでる。いつかいつの日にか君が僕を見つけてくれるはず。そんな未来を信じてる。マスコミがね、深刻そうなふりをして、僕たちの不安を煽ってくるんだぜ。くだらないとバカにした幸せの哲学、眠れない真夜中に思い出してんだ。状況を悲観したって、時代を嘆いたって仕方ないからな。 Oh babyバッタリだって前向いて生きなくちゃって言い聞かせている。今はまた閉ざされた扉、ビクともしないこのドアを必死こいて叩いてる。いつかいつの日にか君が鍵を開け、部屋の中へと招き入れてくれると。優しさ、夢、自由、希望、そのどれもはまるで蜃気楼、近づく時あるんだ、そう信じてるんだよ。だけど真実じゃないとしたなら。他们是 I don't like Mondays。立马帮帮忙，玛丽，你可以提供你的瘦身方法吗？哦，玛丽就是不太吃东西，玛丽从不运动。忌口嘛，对啊，就是忌口啊。Yes， 每天，每天量体重跟每天裸体看自己还是蛮有用的。哦。哎，有这话跨
看都没呢，帮帮忙，我要买那个电竞萤幕还是护眼萤幕呢？一个是萤幕更新率，这叫做啥 ？170mAh， 一个是抗蓝光，你是要打蓝光？蓝光打成蓝光还是真有蓝光？我不知道。没有没有蓝光。蓝光，这个吗？不查的话，我光听名字，我真的是不懂啊，不懂。光听名字，这个是要看你的需求啊。一般人不就是抗蓝光吗？对啊，对啊。你说再也不想见 again， 你说再也不想见随便，你说等不到结果 I know I will always feel this way， 没有多余的难过眼泪，丢了多余的创作才走，因为路上的人实在太多，你说我太过懒惰，太过被动，还有太多理由不用说，接着你一定又要说分手，刚闭上头又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吃个不停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太过虚荣，太过懒惰，还有太多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忘我说分手，想再叫小狗，我慢慢走，因为路上的人实在太多，你说我太过懒惰，太过被动，还有太多理由不用说，接着你一定又要说分手，刚低下头又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吃个不停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太过虚荣，太过懒惰，还有太过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换我说分手，我的生活不想有太多压力，没有了你大不了我就回家吃自己，我可以逛街，可以无聊，可以随便到处去，但就是非常不想跟着你，
刚低下头又看到你的肚子已缺肉，吃个布丁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再不虚荣再过懒惰还有再多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换我说分手，我的生活不想有再多压力，没有了你大不了我就回家吃自己，我可以逛街可以无聊可以随便到处去，但就是非常不想跟着你。肚子一圈肉，你现在肚子也积了一圈肉吗？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这里是飞碟联播网，在进行单元是立马帮帮忙。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各位大大好，请问大家家里装潢有找室内设计的经验吗？有没有什么重点是我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室内设计师的重点哦，可能是看他之前的案子吧，这应该是最准的吧。就他的风格是不是你喜欢的？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比较擅长的规划吧。对，细节有很多哎、最近哎、昨天前天表姐上了一支影片，大骂系统柜，笑死我。为什么？但是他那个系统柜，就是因为他其实是要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说，你在做系统柜的时候，就是你容易遇到什么样的盲点，然后哇，他那个厂商讲的非常非常的明显，你一看就知道是谁。他就说此生绝不往来。哇、哦！因为当初呢，他就说，比如说你要做系统柜，他就说会给你个设计图嘛。那因为你可能完全不知道，你就看那个设计图说哦这样拉这样拉，就看起来都很 OK。因为你看那个图，严格来说，就像是他举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棒。以前上数学课，老师有没有问题？没有啊，考试都不会，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嘛，你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当真的做好了之后，他的那个问题其实。我家不算是系统柜，就设计也是设计都镶在里面了，就是有一个就是高度的问题，就是上面衣服我始终拿不到。他要拿那个兔，就是那种像干洗店会用那个杆子，他要去把那个衣服全部拿下来。然后其实我家柜对我来说，对矮子来说也都是太高。我就是尤其冬天的大衣外套，你每一次都要垫脚拿上拿下，其实非常非常的累。然后在做系统柜的时候，你自己消费者啊，你也忘记你统计你的长大衣跟长洋装到底多不多，因为一般不会特别设计那么长的。衣柜设计我觉得真的需要花多一点时间想一下，对，因为你要清点一下你自己的衣服啊。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现在会习惯做那个拉开会有一格一格的设计，看似方便，可是有时候做太深，你下面那一层就是永远拿不到，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说中间那一格会做很漂亮，说你可以摆包包，但事实上根本不会有人那么漂亮，像个样品屋，你那边拿来摆包包，最后就是无意见的 T 恤全部都塞在里面那个黑洞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有好多的，可能是很多 YouTuber 开始装潢跟买新房子，所以他们也会很 YouTuber 赚了两三年的钱，哇，已经可以买房子了，我天啊！所以这些会有一，我觉得就是你看了一个之后，你如果有千千万万的推荐你的影片，都是他们在分享他们怎么找装潢，然后他们跟人家合作做了些什么，然后也有很多开始，或是他的 YouTube 平台就是在讲设计，然后就找名人开箱他的家，然后你也看可以看得出那个名人他到底喜不喜欢。他的家其实也蛮明显的。之前我看了，忘了是谁，他去采访某个艺人的家里面，然后一进去，其实风格蛮
乱的、啊、就是很没有一个统一感、啊、他进去那个玄关也是那个木，就想说哎、欸，你怎么会有这个颜色的木纹玄关柜、啊、他就说因为那时候他跟那个工班拔钢筋 啊, 啊，然后他又希望他的屋子可能赶快弄 好，所以他可能就是说哎、欸，我这边有一块板子，哎、啊，你知道这个板齁，这个木头其实蛮贵的、哦、他一片要多少钱、嗯、所以你那个玄关做起来可能那个是3-4千哦、嗯啊、我可以送你，你要不要、嗯、我觉得跟你家应该蛮搭的，嗯 嗯, 嗯，好啊，不用白不用，又是现成的，一用哇、哦，跟他家完超不搭，完全不合。嗯、他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没有啦，每个环境你跳脱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你好像会到一个新地方，啊、然后住久了，这个什么温度是你创造出来的，就是用一些新的方法来说服。啊、然后你看他的墙面，就是现在年轻人蛮喜欢用一些可能什么莫兰迪灰啊，一些很现在看起来很时尚的颜色、嗯。可是偏偏他的厨房呢，这个人他喜欢的是乡村风格哦，所以就是超不搭，就是你走到那边，他又突然跳脱一个很怪的花样。那因为它是小坪数嘛、所以你不可能有很大的厨房空间。就是我们在看那种美式装潢，它真的可以有一片花这样，真的是中岛，对、嗯，不可能做到那么乡村，所以它就折中，就是变得半乡村，四不像，这就是四不像啦。对，他、啊、可能只剩那个把手是他要的那个感觉，可是就是你知道这个，永远都是你全部完工，你入住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哦，怎么会跟我当初想的会有落差呢？所以，对于就是刚刚这个听众说他要装潢这件事情，嗯、就以我们现在这种小坪数，就先知道你的坪数是多少嘛？嗯、这种小坪数来说，基本上 less is more， 就是简单是最好的。嗯，对。然后最好那些柜子什么也都不要先定做，先定死，去叫木工做死，就是先不要你。你先要有弹性，对对对，你先好好就是把你的裸屋做得漂亮、嗯、然后还有最重要我觉得是管线的安全最重要啦、哦、对啊，你的那些什么瓦斯啊水管啊电啊那些东西要接好、嗯、那些最重要，然后再就是整个裸屋漂漂亮亮的，然后剩下你可以用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也许连设计师都不用找，如果你自己厉害的话，你就像刚刚看 YouTube 有很多在做那种轻装潢的东西、嗯、你去买那些轻装潢的东西，然后可以可变动性也大、嗯、如果买了以后真的不喜欢你再卖掉，然后你再买新的、啊、对，总比全部都定死在那边好。对对对对对。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生的柔弱，坚强又会被说成冷漠。Oh yeah， 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Yeah。JP 帮帮忙，我最近啊，终于买到了一本传奇之书哦，欧游点点点的二手书。啊啊啊！我如果继续跟你们要签名，会很怪吗？啊，不会啊，不会啊，但重点是你要记得付回邮，不然寄不回去很糗哦。嗯，哦，那个你的第一页已经有之前的人签过名了吗？这样就蛮怪的。你可以只是说把那人划掉，这样就蛮怪的啊。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神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Come on, let's fall in love， 就这么简单。说到家里装潢，昨天跟拍到你家呢，跟拍到一个女生的家，然后就访到那个女生，她就说：“哦，我知道这个节目，可是我家很乱哦，不是那种可以给人住的感觉哦。这样你们也没关系嘛，你们也要来采访啊。那当然会把握机会啊，说都可以啊，都可以去看啊。然后后来发现他今年21岁，然后是应届考上东大的学生，就是头脑很好，很聪明，会考试。然后一到他家。他就说稍等我一下，然后不知道等了几分钟，开门一开门就看到地上一排全部都是那个，
喝过的水的那个宝特瓶罐，然后就是到处层层叠叠，然后这边一大区全部都是塑胶袋，然后那边是纸箱，然后就是家里的动线也很奇怪。后来呢，他就说他其实有，反正就是有这种什么什么什么症，我有点忘记了，所以他常常会分心。他可能你说 ADHD 那种、啊，对对对，注意力不集中，对对对对、所以他可能就是我东西放了，我要做这个，我要去做下一个，这个又做下一个，然后就是到处堆堆堆。你看到你觉得这么乱，其实是已经我非常非常非常努力在维持这个地方了，我已经用尽全力了。然后你会发现他家的格局就是。一般一进来，可你想看日本那个小小的玄关，可能就是啊开始煮菜的小小两格，然后再是冰箱、洗衣机。可是他是把他的冰箱搬到他的房间，就是他的床旁边。为什么？他说这个也是我规划过的动线，就是我后来长大知道我确诊这个病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这样分心，所以我做个动线是让我可以降低最多最多的压力，然后可以完成事情而出门的。比如说，我的我挂衣服跟洗衣服的地方一定要在一起，因为这样才会让我想做事情。对，我一起床站起来就可以打开冰箱喝东西，右转穿外套出门，就是让我最少压力又可以顺利出门的。如果一旦你看我冰箱在那边，我去那边要拿水之后什么，我就已经忘记在这一段路当中我就已经分心了，就会而且会让我影响到我做接下来事情的动力，所以这个动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蛮严重的，非常努力的在生活着、其实就是之前我在看这本书叫做人生使用指南吗？还是人生反正就是他写作这个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病，也是蛮严重的，所以他借由很多的学术来帮助他，因为他从小有兴趣的是科学，所以他就借由就是这些科学理论来帮助他了解说人跟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他除了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之外，他又有一点就是有点没有办法融入这个世界跟社会嘛，对啊，所以他这本书呢就是分成了很多不同的篇章，比如说蛋白质可以教我们什么东西，然后那现在一般大家比较知道经济学上面的这种赛局理论啊可以教我们什么东西，然后化学上面的化学分子可以教我们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把这一些科学的东西比喻到人类的社会当中，然后他在其中学习，他也是呢因为太容易分心，所以从小就会跟妈妈有很大的争，因为妈妈觉得你东西为什么，对啊，你为什么不会好好放，为什么这样，你去整理房间好不好，可是他就是像你刚刚讲他压力非常非常大，他不是不愿意整理，他那已经是他尽全力在维持的做到的事情了。棉花糖，我常常想起你。我在 Telegram 群组有人说他这样还能考上东大很厉害，其实那也是摄影师在访问他的时候说，那我觉得你可以考上东大很厉害，他说不是我厉害，是东大选择了我，是他们的考题我才有办法回答，其他学校很喜欢考几年几年是什么什么什么背诵的那一种，但东大他要的是大方向，开放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是我很感谢东大接受了这样的我。